歐盟制 ，you know？ 唔係特朗普先識得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其實早喺25年前，歐盟已經希望通過馬城條約 Make Europe Great Again。下場係點？馬城條約三大支柱：一、建立歐洲共同社會；二、推行一致外交政策；三、司法合作，共同反恐，將貨幣統一為歐元，人民自由流動。過咗25年啦，歐盟歷盡歐元插水、希臘危機、中東難民潮，歐盟同歐洲有冇強大咗？歐盟仲未冧檔已經係奇蹟，唔信你問下英國人。By the way， 馬城係荷蘭一個城鎮，咁啱簽約嗰年嘅下半年，歐盟主席輪到荷蘭人做，所以呢條咁重要嘅條約就喺呢個人口只有12萬嘅城鎮度簽署。